响应世界阅读日，花莲市公所以春天好时节阅读米野餐趣为主题，经由食的特色市集还有书的体验市集，激荡出不同阅读乐趣的火花。而周末的午后呢，在球轮公园，数百位民众不怕下雨，坐在草地上听音乐、看书、玩游戏、吃美食，还有星空电影院，享受一个难得的亲子阅读日时光。响应世界阅读日，花莲市公所今年以春天好时节阅读米野餐趣为主题，经由食的特色市集还有书的体验市集，透过动静态的活动，让大小朋友一起走入阅读的世界。那今天是办理我们春天好时节，那也结合了世界阅读日的活动，那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所以我们结合了非常多的一个亲子系列的活动，让每一个孩子来到现场都可以感受到非常棒的一个亲子的活动。那我们也结合了相关的市集，让花莲在地青创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展现的舞台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来的大朋友小朋友非常多，也期许每个孩子都有快乐的童年。我们花莲市公所会持续办有趣好玩的亲子活动，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与。活动内容包括了阅读米野餐趣，还有草地亲子野餐、食的特色市集、书香体验市集、梦想书屋阅读打卡点、欢乐泡泡秀、魔术师同乐，还有晚上的星空电影院。虽然星期六午后下了大雨，但仍不减民众的热情参与，大人小孩都开心地坐在草地上，欢度幸福快乐的亲子阅读时光。记者会欢迎室报道。